青宝多一包，青宝多一包，这个老金辉的清真方便面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青宝多一包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，同行呢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自圈别瞎啊，19.9只发20包的老金辉方便面了，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24包，还不够，另外呢老弟还有3块钱的佣金补贴给你们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6.9啊，给咱发整整24包老金辉方便面啊，满满一大箱。咱家这个呢是志凡家的清真方便面啊，老金辉的，并且呢是关宁老师代言的，咱拆开一包啊，看一下里面的分量。哇，这个袋子这么结实吗？它里面呢是有一个面饼，看一下啊，是这种细面饼，面饼也不小，还有一包调料包，咱平常呢可以煮着吃，可以炒着吃啊，也可以泡着吃，但是老弟呢最推荐啊就是干嚼吃，干嚼吃呢真的特别香，咱撒上这个小调料。特别松软，满满小麦的清香。它这个面饼呢是那种细的啊，特别好嚼，特别易嚼，特别适合干嚼。它这个味道呢就跟咱小时候啊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味道啊一模一样，一口回到童年。咱平常嘴巴寂寞的时候啊，或者饿的时候，咱都可以来一包啊，解馋又扛饿啊，真的嘎嘎好。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，16.9的价格啊整整倒出24包啊，满满一大箱，真的太合适了。